那个我朋友张艺兴的专辑马上就要出来，所以请大家多多关注啊！这个确实是受了这六个人的毒害以后，可能音乐风格会有些许变化。对，博哥，您去年也是出歌的人了，今年还有什么新的打算吗？作为一个音乐人，作为一个歌坛老人，我对新人来说还抱有期望。好的，谢谢博哥，黄磊哥。我强烈反对黄渤吹头。大家觉得我今年帅吗？都是为了我的老师张艺兴的新专辑准备的。这波宣传太强势了，艺兴，您自己要么总结一下。我谢谢哥哥们，谢谢哥哥们对我的专辑的宣传，谢谢。行，今天就改成发布会。